全部移动！兄弟，自己人，哪个部分呢？居戎皇协大队的，站着别动啊！ 别过去，危险！等我。 你是居戎皇协军大队的？对啊，你们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？哎，你们今天没有接到通知吗？啊，今天有一批物资要从这条路运往镇江，我们兄弟负责打前阵，还有给你们的给养，还有军饷在后边呢。通知倒是接到的，你的证件。 让他们过去吧。过来吧。好，弟兄们，走。就放这儿吧。啊，放这儿吧。 让兄弟们来领军饷吧。来，你们几个，我来领军饷了。我说，这楼上的也下来吧。他们几个就不用了吧？哎。 领军饷这事儿，一人一个坑儿，那得上面签字的。这万一皇军怪队下来，你不是给我找麻烦吗？兄弟，下来吧。好，都下来吧。下来领军饷了。哎，弟兄们，这样啊，领军饷了。来，再把队排直一点。 排好了，排好队了啊！都过来。哎，队长，队长。好。哎，你不是那个耿彪，你不是樊？队长，队长，没错，他是樊了。
这应该是物资车，放他们过去。日军，走。